展示在这个视频的电视机面前，让所有的咱这个亲戚朋友，让所有的客户都能看到咱们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自然一些，往大屏幕上看，往前看啊。待会儿的时候，不管哪个机位给你的镜头了，一定要往前看，要掌声热烈一些，一定要热烈，知道？不要那种没吃的，虽然咱没吃饭，但是过长时间的时候，一星期不吃饭，还有长还走路上很行的，所以一定要来。 眼神不要老看着摄像机，知道？你看前面大屏幕，咱这个女生也把她认为是刘德华，男生把她认为张惠妹，一直往前看，好吧？咱在这个一定眼神一定要聚光一点，好不好？往前看大屏幕，看屏幕上，好吧？最后一遍了啊，来，掌声请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再次表示感谢啊！今天早演说了，导演说大家起这么早，有的连早饭都不吃，你呀别让大家白来，先给大家说个笑话。我说您说没问题，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？您不喜欢听大导演，你说我这儿说多干呢。说一个小笑话，就说现在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这个女士都特别美，今天我没有看见穿那个。 那个裙子有一步裙的啊，能看见。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一步裙，现在叫白领阶层都穿那一步裙，一步裙特别短的，特别紧。它设计的好，外国人设计的。这一步裙就只走一步，哎，这裙子正好。可是呢，由于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候上车呀、上个凳子拿东西，这一步裙是不方便。外国人想脑筋特别好，他把这裙子后面他搁好多扣，哎，方便的。那天在公共汽车站上就看见这么。 一个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咦，穿着一步裙，腿也长，好汉，站那等汽车。哎，他车一来之后呢，挤车的人挺多。
他站在头一个，一上的时候，他穿的就是一步裙，一上上不去，隔大腿呀、啊，他有办，哎，想起来了，这后面有扣，一上不解个扣，解完一扣一上还不方便，他赶紧又解一扣，再一上的时候还不太方便，又解了一扣，他解仨完之后，后边一男的说话，你这不上扯，你老解我裤子扣干嘛？朋友的藏品，后来赠予我父亲。哦，哎，在文革中呢是被抄，抄了之后呢，这也、怎么讲？是后来赠予我父亲了。哎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那个我父亲可能跟他的交往比较深。嗯，哎，这个，我估计也就是。相互之间呢，这个走动的，在那个时期走动的比较多。哦，哎，